你先稍等一下，人家就是有东西会送过来，你先看一下可不可以。那你一定要填的话，他就只会有一些表情，所以我怕你不会画，我还有附一张是表情的图案。我尽量把它弄得很简单，尽量好不好？那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力。我旁边会注意一下，说他大概在做什么，就是说高兴啊，难过啊等。那你们就是试试看，那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慢慢讨论。好，那主要的话动作的部分哦，不要画彩色哦，要黑板，因为你要结果用电脑上色。啊，如果你那个动作的稿子哦，有太多颜色的话，我没办法处理。哦，我要用电脑上来处理。
后，我跟你讲一下。哦，假设都做好了以后，要上架，哦，这个就是上架。哦，上架的话，那就是有分这个半售中啊，有没有？这个因为你们一般如果没有在放贴图上去自己做的话，就不会看到这个页面。哦，那这个页面点进去会有什么呢？看一下。哦，他就是跟你说，你要写一些资讯，这个可能家长可以帮忙。啊，如果实在没有，你就贴图留着做纪念也可以。不然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上架。只是说会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因为这个是跑到我账号里面去。对，虽然是说他们之前也是有问说，哎，有没有人买我贴图？不过通常是比较少，因为搜寻不到，对，因为太多人做了。哦，但是一组是这样，这是不会动的，哦，不会动的。这一二这八张，哎，好，哦，那。假设说，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要新增一个贴图，就按新增，对不对？它就有出现三个，就是贴图、表情贴还有主题。主题的话是有点像是那个你的 LINE 的背景可以整个改掉。那贴图按进去以后，它就问你说你贴图要哪一种贴图，它就按动态贴图。哦，然后这边的话就可能下面全部都要贴一贴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哦，动态真的比较难。哇，哦，不过也比较符合今天，因为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我是有点像素描的主题。所以如果是在那个比较可能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创作的部分啊，就是用比较可爱的方式，但是希望你们还是可以练到一些动态的效果啊，虽然它是比较像卡通嘛，哦，但是你们可以体验一下。